实在就是 SUM。 大家好，我是龙展汽车的苏轩明。今天的介绍这一台是2018年BMW318i1.5 的，此车目前售价是 116.8。此车的配备它有自动摸门，自动摸门，然后开门的都是感应式的。来，现在我们为大家介绍这一颗引擎。此颗引擎是直列三缸双凸轮轴涡轮增压12气门的一个引擎，它的最大马力大概在136匹左右。然后再来说它的省油非常的省油它平均的油耗大概在16公里左右一公升大概16公里左右所以说是一部非常省油然后安全性又很够的车子。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内装的部分首先是它方向盘这边的一些功能键包含说它的音响控制都是快播键以外还有包含定速的开关都是在方向盘的按键上。然后目前此车它的公里数是跑41000多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左上角部分这台车也是都在原厂保养都在原厂保养。它还有加装导航然后还有倒车摄影的部分。然后此车它冷气的设计也都是恒温然后就是左右独立温度都可以个别去调整。然后本身它海挡的变速箱模式也有 Sport Sport 挡的模式然后它也有前雷达感应。此车还有配备push start 的功能。此车配备有变换车道的警示功能还有搭配了这个智慧型的安全系统是追撞警示跟行人警示的系统还有车道偏移的系统。还有配备双电动椅然后驾驶座这个是有两组记忆模式的电动椅。这台车最大的优点我个人的感觉是本身来讲它的安全性以外当然就是它的税金也省然后油耗也省然后最主要它这台车还在原厂的保固中所以说它的价差也是蛮值得推荐大家来购买的。我再来跟大家重复一次这台车是2018年BMW318i 1.5 的此车目前的售价是 116.8 欢迎大家来台南的龙展汽车赏车。实在就是 SUM。